怎么得来的？我也是一个朋友手里转过来的，花了大几十万。我向请专家老师看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他是景德镇支配到九江化财，九江财就是近似于珐琅彩的彩，所以这个瓶子啊，从这整个的气氛看来，应该是道光官窑粉彩玉堂富贵双寿耳瓶。目前这种拍卖状啊，我们看到国内拍卖、国外拍卖啊，这类东西还能够见到，价格大概都在60万。